公务人员35万，难免有败类，有不孝，但绝大多数他们真的是用心用力，而且一辈子尽心尽力，而且没有人注意。我很谢谢各位委员先进指出我们还有哪一些应该注意，我也谢谢国人同胞给我们点出还有哪一些还要再努力。那我也借这个机会让这一些在第一线，在最远的地方，在暗不见天日的隧道中几年努力的这些人，也为他们的辛苦撑出刚才秘书长报告的好成绩，其实背后是他们。所以我特别也谢谢各位委员，谢谢秘书长的这一个时候，我要讲从自己内心最深的话，最高的敬意是这些默默的，不只是在政坛上，在公务机关，其实在农田里，在海上，在高山上接电线电缆，在各工厂里卖命加班，种种的人撑起台湾。台湾今天能在世界有一席之地，正因为2300万国人同胞在蔡总统努力下，我们不屈服于武力威胁，我们不自傲于自己成绩，我们自己要求我们还要再努力。也幸好有陈院长领导的各位委员先进一直点出我们哪一些地方还要更注意，所以今天很谢谢大家来。